即嘛，搁来甲看吼，即、这个经文中讲，诸天有几种，吼、哦，啊，星河、云河、星陨石及诸天诸爱欲，啊，所以咱即嘛用即个五天先讲，六五天拢有爱欲，有男女欲，应该是有闹结婚，啊，有结婚嘞，中间咱即嘛搁来甲看，倒数多天。倒数第二天是欲界第四天，啊，第四中间这个倒数第二天译中文叫做地足天。啊，像这地足天，咱即马讲一下吼，有分内院甲外院。啊，这个外院的天人，当然有脑修是仙界，不过伊心快乐地足，所以才会去遐。就是比头前去四天、第三天更加。较高超，所以即个倒数多天分做内院甲外院，啊，即内院，吼、哦，内院有弥勒菩萨，叫做净基净土呢，迄所在叫做净土，但是外院的凡夫各报天宫，啊，外院有显法堂，啊，内院有哪显法堂？内院显法堂是49层，伊个周边是玻璃，玻璃色等于琉璃。好、哦，啊，即马来也注意吼，即马内院、外院，拢总有500亿个天宫安尼。500亿个天宫哦，所以即、這个，譬如讲，基外院个天人，袂当看到内院个天人活动，因为遐有一道墙。隔个幕隔开，这边外院啊，这边内院。所以外院的人袂当见内院，内院的人我那袂当了解外院先做安怎样。所以内底吼，吼、哦，会记一呐。即马佫甲咱补充一下。当时有一本讲即个个谢青，谢青去生伫外院，含男女结婚啊。无即个代志，无即个代志，安怎无即个代志？因为外院的天女有小可微薄音量，内院无女将。啊，再伊继讲，因为世亲菩萨看到外院的女将，生出一种好感，啊，准调伫外院里安尼。伊即马即个话是对啥来？对讲西国有安尼讲安尼。哦，迄本叫《诽谤内院》的迄本论，就安尼讲是道错，道就讲起。伊讲西国有安尼讲，啊，即款咧讲了后，即马那个考证，因为内院甲外院，即个一道墙是500英寸。啊！咱即马要去外，要去内院诶，是莲花化身。啊，外院诶呢，会记一呐。外院内底有男女形容，啊，内院无。啊，只男女形容哦，伊即马手牵诶，迄欲火就消去啊，毋比咱人间着欲真强，啊，动物诶欲搁较强。想要使啊吼，几分钟就一遍安尼。啊，即咱人道中有诶，一日七八遍有哪有？吼、哦，一暗七八遍有哪有安尼？啊，但是即个天上诶欲有哪有？脱离天较强，四天王天也搁较强安尼。那么夜魔天就欲啊，夜魔天是人安尼染咧就好起安尼，但是会生产，会生迄个天人出来。啊，所以即马即个外院生出来的囡仔，对对生，对脚头乌生出来，脚头乌生出来，迄个囡仔是差不多咱人间中5岁，遐尼大汉安尼。因为迄个所在的天人是4英寸，吼、哦，阿弥勒菩萨是6英寸，啊，外院4英寸，内院有那4英寸的关。对，多生出来的囡仔是像咱人间5岁，啊，不过
莲花化身是四有顺，啊都无讲。我即马甲咱讲详细，来，伊是莲花化身，出世就四有顺啊。啊，外院的囡仔出世是像咱人间五岁囡仔这段，头尾迄个幼稚园大班那呢，啊都无讲。所以这个问题吼，搁再一点，讲伊经过，讲谢亲经过外院。啊，入去来，伊结婚啊，无是伫内院，因为咱要求生到出内院的净土，拢讲莲花心，所以当时无著世亲，啊，甲一个师主，师主讲，毋是师主夫人吼，师主讲，迄、那个是啥安尼？三个兄弟啊，拢有发心要入院，要去做弥勒菩萨。哦，师主讲，师主讲，这个先来先去。先往生，啊，煞去调治外院，啊，阵拢无来讲，啊，再后来谢金阁去哩，去哩了后，经过三冬，才来甲吴德讲，啊，讲啊，你想哪开遮久开来？伊讲因为我去哩去哩到内院，莲花化身了，拄啊坐伫椅啊，听弥勒菩萨讲经，啊，都听了一日啦，我就随来啊，安尼拄啊三冬安尼。我你讲这拢无道理哈，无道理，因为新天人要来，刹那就到啊。我讲刹那敢知影？天人念力要到底就到底啊。所以讲三当安尼。啊，再伊个问讲啊，这个四主角咧，伊讲四主角去伫外，伊含女含天女结婚啦。吼、哦，这嘛是乌白贵族啦。乌白贵族这嘛，咱这么来甲讲。在内院的人和外院不同，当然他不能看到外院的天女多漂亮，他也不能再跳出院外，六十有顺的院外再去向他结论，所以这都叫做伪造、哦、这用国际足将的这个事例来分析是都不合、啊、现在我们现在再来说、哦、这个凡夫的这个地足天子外院，啊，即马求生道术的是内院，啊，外院的囡仔出世是多像五岁囡仔遐大汉，啊，内院是莲花化身，化身出来就四有顺，四有顺等于一百六十里安尼，多像伫即个国家人，即条高速公路起点到即个泰安休息站门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就有差别的了，所以唔当乌白听啦，乌白分享，所以我得甲破。第一本撇字，我得甲破。破讲恁这大德拢胡说八道，恁这大德是无德，哦，无影真正有德，也无要看上仙经的状况，世尊安怎介绍？啊，恁干那想到遐乌白讲到遐呢？啊，其实世尊。哈、哦，世亲甲无中，伊另外一个小弟，唔是叫做四主角，是叫做幽灵地菩萨。啊，无中是先出家，啊，然后世亲甲出家，含这第三者出家，迄拢总九岁甲十一岁尔。啊，怎啊？这无中是先出家，到尾这两个小弟那出家，出家已经证阿罗汉道啊，所以这第三伫一间佛寺后院。叫直接独坐驾驶的，吼、哦！我即过去有哪捌分析给恁听，恁毋知会记得袂？还记得吗？有没有记得？有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迄个叫做胡说八道，为着要弘扬西方来侮辱澳洲人员，吼、哦！啊，即么来伊五百天宫外，咱五百天宫来伊五百天宫，应该咱来入去。咱即马在人入去，应该咱有哪有一间？敢听有？咱在入去五百亿个天宫内底人呢，拢有即个国人，伊即马给大个房间安尼，哈、哦。所以咱拢一人应该拢有一间。安尼听有吼？五百万亿个啊，听有无？迄、那个所在拢设备较真好，搁在迄内底有天女，有那宝女，宝女甲天女拢总是菩萨化身，
伫个接待在往生倒数落雨，而在众生安尼。这个伫迄、那个，我伫另外资料看到。伫这个个，哎，这个上升经盖上有写着，有没有？上升经有哈，还了解哈？啊，做进来得别甲人讲哦，迄、那个倒数落雨。迄、那个倒数多天，元也好，迄、那个所在寿命四千岁，啊，唔过咱遮四百年，迄、那个所在甲一天啊，四百年遐一天，啊，那甲遮来咱遮，假使讲，伫迄个所在投生来咱这人间的话啦吼，投生来这人间要奉还，总共互你食七八十岁。等于上午来，下午、中午等于食饭，还阁会赴。我讲你是甚物意思？是讲我的寿命都八十岁尔，七十岁安尼。啊，你着出生来，啊来，你着讲要来弘扬，到处净土。伫遮总共予你八十岁，啊上午甲迄阵天人告别，甲弥勒菩萨告别，啊随来，随来了，即个人间活八十岁，等于当阿食中道顿，等于搁再死去，搁顿去。阿个二夫在中道等，阿你咁条，阿个二夫个，假使有一天，书是伫迄个所在发源来，我准食八十岁个，等于即马人阿未煮饭个，阿咁条，要等于食中道等阿个二夫个，阿咁条有，嘿，因为迄个所在吼，咱这个所在是四百年遐多一天尔嘛，用二十四小时了个算，你了个想看嘛就知影。啊，个早在，哈、哦，人伫个所在要进堂，哈、哦，啊要过堂啦，哈、哦，总共天人大家拢要过堂，要食饭安尼，等于啊个爱含人排队，时间啊个会付安尼，安听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迄个所在，咱个人拢有一套房间互咱，拢有一套房间，安怎吼，所以唔免烦恼。啊！啊，搁天天伫神佛堂听弥勒菩萨讲经。啊，伫迄个所在是寿命四千岁，和咱人间多多好偌济，五十六亿七千万年。和咱人间，所以弥勒菩萨甲弥勒两化三昧，多从今升起，多人寿五万六千岁时间啊！五万六千个时间，弥勒菩萨下生，啊，咱这人等于落雨来，得连个倒来，随佛下生第一文化，对付第一次莲花会，所以时间足足，故都都要都要人数有五多五十六个七千万年，和咱人间，哈、哦，和咱人间多五十六个七千万年，咱来统计就知影，安尼嘛真紧嘛。真紧，不过这段时间佫天着安怎变化？我甲人讲，拢伫个天上内底听弥勒菩萨讲经。即马即个师达多中者阿伫遐，阿难尊者那伫遐做维诺，太虚大师、虚云老和尚拢拢伫遐。吼、哦，阿难即个个东贤宗阿伫遐，慧基大师拢伫遐呢。啊，了解无？佫有无量。我再跟你讲，无量吼，有五百个囡仔，五百个囡仔吼，伫海墘啊，计生水，忽然间大水溢来，溢来了，现在囡仔念一句弥勒尊号，安尼，啊，即只五百个囡仔当中，弥勒菩萨接引去底下，吼、哦，海墘啊，底下计生沙，啊，大龙大水来拢盖落。啊！要看袂中间，伊家念一句弥勒尊号，拢总接去。啊！搁我听恩师师看一个文，有一个出家人，伊拢袂晓修行，不过伊去食饭的中间，干那剩一点仔饭，来是伊附近的边仔个狗遐，看个狗遐无当食，干那用海来饲，用伊饭来饲个狗遐尔。这个出家人弥勒菩萨接，因为伊看这个人含伊当顶的这个慈心。吼、哦，慈悲心啦，所以就甲把它接起安尼。啊，佫真侪典故，所以内底吼，一个真啊，在人外院的人，有那修习前业的重品，重品就是包括
伊去哩就是阎摩天甲道树天的观音，啊，那是求生道树净土的，较伫内院呢。吼，啊，伊就是新观世无尊，内院新观是莲花化身，啊，这观音是老妈妈出世，出世是对脚头乌出来安尼。啊，知吼，好在众生来入个院，含弥勒菩萨戒念。所以未走对外引起安尼，所以甲咱讲个好哈。即嘛第五六界第五天叫做六变化天。六变化天的中间吼，一个节，以这个天的天人会当变化五顶，因迄个所在个六界啊，个有这顶，所以变化五顶，主众五乐。比如讲，伊要爱生杀，用这五顶甲变的物件都造出来。不知道了，所以叫做六变化天。但天人的心观是四有损，哎，八有损。道术论是四有损，啊，这个六变化天八有损，心相有哪家己发光安尼？因为这天人拢光明心起的嘛，吼、哦。所以现在在讲，以这个所在有哪隔穿，隔穿男女隔交会，差不多安尼啦，吼、哦。目睭看一个啊，都刷起。唔比咱人间弱，啊，目睭看一下，安尼就结束。所以天人的寿命是八千岁，记好啊。他们拄啊，倒数人四千岁，啊，咱人间是五十来七千万年。啊，即嘛，这个所在天人是八千岁，人间八百年，这个所在是咩几日？咱人间八百年才到几日？注意，你个想看嘛？安尼咱有渺小无？算不是差哪边嘛？啊、哦！所以内底初天的天人的胳膊，乃是在人间修习人业，人欲上已经强根未薄啊！啊，比如讲，伫咱这个世间个修行，啊，修行是在家长安尼来甲讲，你有注重习人业，啊，但是对翁仔某帮助已经强根已经无啊，所以去到这天的中间吼，是干来应付安尼尔。啊，唔过应付，伫人间应付，伫迄个所在是目睭看一个，啊，都无去啊。迄个欲火就转消，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修净行是真要紧啊，是清净行真要紧。那么第六叫做他化主宰天，初天的天人会当刚夺夺啥呢？夺人别人变化出来，啊，是讲伊要爱别人变化啥物好，伊就甲变化出来呢，叫做他化。接下来哈，天人的心观是加一倍，叫做十六由顺。一由顺四十里，啊，你看天人十六由顺，看几里？啊，你看偌济？用四十里来统计，啊，头前迄个是八由顺，今麦即说十六由顺。初天就是即种话，主天天有哪有隔穿？迄个欲界嘛哈，有隔穿，所以男女。暂时相约，哈、哦！啊，头前迄个是日时哦，看，甲时间较久一点嘛，叫做日时。不过这天的男女是暂时，哈、哦！安尼看着就好啊，就迄个约会就无去啊。所以内底人间一千六百万年，初天一丢呀呢，咱就一千六百八十万年。啊，你讲像迄边多一暝一日。啊！你看用迄边，咱只用八十步来甲讲，迄、那个所在等于几点钟过年嘛？安听哦，迄个内底，唐我住在天的天人，都要几点钟过年？因为因的寿命是千六百年啊，六千年，一万六千年。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这内底入初天之众生在世的时间是爱有布施清净安尼。好，依佛法无故障，所以布施清净，啊，佮持戒高深。咱只拿算算，有啊，我都修五戒啊，啊，我都修十善戒，我甲你讲无水准，无水准当然袂到这个世界。前日有一个女众来找师父来点灯，啊，准伫咧所在找师父问一个问题，啊，甲讲，伊要修菩萨戒。啊！我讲你敢有想我个？伊讲有啊，我伫遮收个啊。我讲讲恁听，无哈？
我再甲恁讲一下，这条真重要。伊讲，我讲，伊讲有啊，我会当受菩萨戒。讲你讲我俩，什么观念会当受菩萨戒？伊讲我真系素食啦，不过我嘛无安啊，安尼。哦，安尼，但感觉就讲，伊未搁再产生这个音乐的问题。讲啊，你去做什么生意？用我去卖菜，啊卖菜真严重哦。讲你卖菜有忘记无？卖菜人有忘记无？进来都有人去卖菜无？有没有？举手给我看看。伊讲不但卖菜市啊，搁卖红云市啊呢。哈、哦，啊你卖红云市啊，你这物件，人讲卖火头，吃火尾。啊，都乌白讲，乌白讲啊嘛！我讲未使进，你卖菜，你一支嘴好累累，点点唔敢讲。哈、哦，讲你吼、哦、卖菜的人犯着欺骗、奸诈、恶处，啊，敢听有暗处？因为你这物件有得要卖出去，白菜会忘记一大堆，啊，佫犯着多头罪安尼。我甲你讲，做生意人犯道头罪足济，有奸诈的心，就是这物件要卖出去，啊！你共开刀关的，较直直落落来加加。所以，在做生意人啊，在地主啊，恁要小心。我阁讲一个问题，比如讲，你为着要成家，为着要饲后生查囝，啊，要甲培养，啊，其实后生查囝拢咱拢恁的债主。是欠他，他欠。但是你要为着行债主，我跟你讲，你搁下母甲一定债主，未来你搁行啊？这样你们听懂不懂？啊？你即马骗这个，骗这个，骗这个，搁骗这个，吼、哦、啊骗足济哦，较有迄个钱来培养后生查某囝，啊，搁付生活费。啊！因为本来你的后生早嫁到你完结完全借住啊，恁都幸运。但是你甲这骗，做生意甲这个骗，甲这骗，甲这个骗，是不是借住白日变鬼棍呢？这个有道理无？因为你这么敢骗，后下行啊。所以来，我跟你讲，买解脱困难。所以，我跟你讲吼，这么是一粒种，这世为着要好一粒种。即嘛换到一关，搁两关，搁三关，所以白日啊，这至少几百关、几千关呢。小心，做生意人小心，入目入大条。啊，所以你不但安尼，你就着妄语啦、欺骗，哦，即种犯着盗偷，哈、哦，暗处、暗断，听好无？小心，唔当唔捌这个道理，为着要行一个囝仔，佮母甲白日来一路对人。好、哦，一个安尼讲到，好，即马来哈，桃花自在天，寿命一万六千年，哈、哦，入处等于众生在时阵是有布施，啊，佮有清净行安。但是这个布施是有老师，袂当达到迄个福德性。啊，虽然讲伊有结布施有功德，但是伊无注重出世功德，所以到这未出世。哈、哦，什么叫做功德？但慧能大师讲，无垢是功，平等是德。读做传经就安尼讲。啊，那以金刚经讲，有漏的叫做福德，无漏的叫做福德性。福德性包括三轮体空，应无所住，二生其心。注意做会到的呗，安尼才会当出世。哈、哦，敢听有？三轮体空，应无所住，安尼叫做清净心甲清净定，安尼较袂阁掉在这个欲界天。啊，是安怎样安尼做那伫欲界？因为是无出家，无出家虽然讲伊翁仔某的形影足少，但是还阁无当脱离。哦，小心！假如今仔日女将要修清净行，先生唔肯应付应付。哦，
啊，男众是绝对也袂使讲，你今要修清净念啊，佮对家己的太太，要佮爱安尼，有哪袂使？安尼叫做非凡性，无凡性，非清净性。所以这点大家小心哈。啊，做进来得佮讲呢，有气概高深是无唔对。啊，佮七天的天人在生中间佮在啥呢？好熬道文安，足兴趣听经。啊有啊，在家中足兴趣听经足济啊，可是伊无水准出来，唔该调到谈话主在听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伊在生嘛是好熬道文，佮好用符号。啊，顺着因果果报去到谈话主在听，好啊，佮修习善业。最强的叫做上品的十善业，吼啊！为即卖个修改修善业，我咧初路加十足的初路，吼、哦。虽然讲有个修改有五改，可是一点水准都没有。哦，我正问恁，譬如你是佛弟子，安尼来甲讲，我得信佛教。起码有的是拢讲伊信佛教，我正问恁。你佛教徒是不是？啊，你若佛教徒，我请问你，什么叫做佛？什么叫做佛呢？你敢知影？底下坐迄个吼，敢是底下坐迄个？啊，菩萨，佛是什么？啊，咱将来要成佛，啊，佛是什么？恁甲我讲一下。起码足侪拢讲叫做佛教徒。什么叫做佛？是咪叫做功呢？敢是？对啊。啊，咱即满着要学佛，先学法，学法你着学讲，我将来要安怎教？啊，毋教叫做学佛啦。迄、那个要教，迄、那个基本道理爱知影。啊，你若毋知，你讲你学佛，啊，我是佛弟子。啊，佛弟子应该什么水准才叫做佛弟子？你嘛爱知呢？人佛陀要甲你标准，还是无甲你标准，咱唔知哦。就是咱爱家己肯定，你有结合大众经，啊，有结真实修行，所以佮叫做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哈、哦。啊，若无法当讲哦，恁来注意哦。啊，佮无准绳啊。恁若讲我今仔日就是三宝地主，规个都三宝，迄是报一个名就万了呢。你那家己要小心，哈、哦！文书修一定要十足的精进，戒定慧一定要十足的落实。今仔日你有听到两句话无？听到师父强要接尾啊，遐两句话，哈、哦！信仰不要盲目，有没有？无哈，拢无人听到哈，啊、哦！修行不要执着我见，没有听到吗？修行未使执着我见，啊，信仰未使轻慢。迄是十年前师父讲出来的，迄得给甲众生提醒啊。啊，所以今日咱大家叫做佛教徒，你知影佛无？啊，你今日将来是按照。这个不退转了，成就阿弥陀的三藐三菩提，迄、那个发财无？听听的，明仔载唔捌半句啊！哈、哦，我你讲安尼是悲哀呢？师父，若是今日去听听，明仔载佫唔捌半句，我甲你讲，我都无资格徛在遮。我在多方面，伊有发言出来，我都爱讲个详细。啊！你即马要有个安尼嘞，吼、哦！所以即马来个再讲，进来得到这个谈话主宰天者啊，这是有那小块唔对咯，吼、哦！所以进来得是气概高深呢，啊！到这个厚傲德文，佮好勇富弱，实善业修最强，伫世间内底人呢，吼、哦！男女的真爱，一点爱念心都没有了。好、哦，安尼顺伊个福报，他到他化自在天。想想看，这个标准，
啊，你阿个无固着个，所以都在有老。哦，啊，即马咱是要出世嘛？出世在人间，到这时间业内底，一定系有标准，修五界五界标准。绝对袂使讲安尼，都清清采采讲我都做事都好啊，不是这个样子。你要求生放生，啊、哦，我那戒律要高深，因为这个实践界高深界当去到遐，所以昙花自在天的天以上，另外一个叫做魔境，叫做破损为主。啊、哦，这有甲咱讲，迄、那个破损东西，世尊，这是讲是天啦，啊，可能分两位，世尊要证道，成就到这个个魔女来甲未向。到尾个叫魔镜来个危险，未未惊到保存真心出面，真心出面嘛无法哩啊，无法度世尊啊，所以甲放掉。未来你的佛法，我甲叫我魔镜魔女来诞生，来食你的饭，啊徛你的宫殿，啊来毁你的佛法。哦，这不是甲人讲个，所以今仔日世间内底呢，邪术说法如恒河沙数呢。所以这群人来去污污这个佛陀罗拜，啊，所以叫破坏佛陀。啊，所以恁今仔日也唔知什么叫做佛，啊，唔知什么叫做法，恁嘛是假呢，啊，嘛是无真啦，因为恁行唔对咯。啊，都今仔日不断教恁分析，叫咱信仰袂使盲目，啊，啊修行袂使我。集中五根，袂使这样呢。是孙子来正教，好好去听闻，啊，甲抬出一个正教的路子。哦，一个人啊，这个是其中一项。这么来哈，我这本册有个啥呢？譬如讲，今仔日有一种人欲念生起来时，暂时交合，但是代志过了，就无去想啊。无去想呢，所以这种人是，吼、哦，这个欲念少，啊，即嘛，这个心静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命中的瞬间会当上升日月照不着的世界，就是这个阎摩天，他啊，加这个个倒数天、六变化天个昙花自在，这个是太阳照不着，安怎吼？所以因为这种的天界的天人身体自然的发光，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啥？阎摩天，哈、啊，啊，佫其实到处都讲这是地足天，啊，你今仔日对世间若无地足，我甲你讲麻烦足大，因为你一味要增值，一味加赚一寡，所以加赚一寡难免妄语、盗偷、窃取、欺骗、奸诈安尼。这附带的业力拢拢做了，小心无，爱小心里面。即嘛世间个动乱是因为自私心嘛，它造成不断的这款业报嘛，很上天灾。禽流感不是无原因，敢听无？饥荒不是无原因，就是咱中间强调。即嘛因为男女的真爱不是个太难红太，啊、嗯。啊，个，迄个疏乱的吼，疏乱了后，伊一旦到有人用，就产生胎，啊胎就甲刻出来，这人就唔免受重大苦报嘛。所以世间内底吼，我咧讲就悲哀。即马美国个两个西方来，一个已经伫咧界内，一个搁伫远对来。好咪哈，今麦来好，即六六天大概甲咱讲安。先嘛，搁再确认吼，今麦即个是简单讲。今麦来，咱来讲世界。今日即个世界内底吼，那是用经中记载来甲讲吼。伫即个个大通地政府的时代，深受十方的大梵天。用个天宫来供养，还记得吗？搁再另外一点，大梵天王请佛说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世界来讲是最特色是大梵天王。
吼、哦，啊，将来来要甲咱讲吼，世界初禅，初禅哈，我正甲咱讲初禅，初禅凡众天、凡夫天、甲大梵天啊。即么我先甲恁讲一个时间，将初禅凡众天，再佫甲恁讲一遍哈。初禅凡众天伫迄个所在，今年八月十五，甲放一块一百吨的大石来。即马到咱即个世间南瞻部洲，拄啊好，明年的八月十五才到安尼。但是搁在伫凡夫天，就是即个大梵天，即、這个初禅的中间即凡夫天，迄、那个所在若要甲放一块石来，都两担开到，加一倍。即马伫大梵天，吼、哦，大梵天你若甲放一块石来，含凡夫天哦，都加两倍。加两杯哈，安尼拄啊，应该是加四杯啊。即嘛，即个凡众天一百一年，凡夫天准两当，啊，将凡大梵天变四当啊。啊，将你即嘛个想，一天起哩吼，到十九经天安尼看几杯，安尼看伫即苏米山起哩，安个放落，看几万年开到。哦、啊，搁去了无世界嘞！我说即卖来大梵天，哦，无即初禅哈、哦，初禅天叫做离生喜乐地，哈、哦，我正即大概讲到哈，但是天人的心中是拢种欢喜，欢喜过日，但是即个来甲咱讲哦，即、這个凡众天是叫做百姓。吼、哦，啊，那是这个个凡夫天，佮叫做雕神，啊，这大梵天佮都叫做天龙啊。但是即马甲咱讲者，这个所在，吼、哦，这个所在时间胳膊有20小劫到60小劫，就是这个凡众天20小劫，凡夫天是40小劫，大梵天是60小劫安尼。因的寿命，安怎样吼？一个真啊！即嘛，即个世界18天哦，因不但行十善道，因阁修定业，就是即个四禅。安怎样吼？即嘛，第二禅天，二禅天的第一天叫做消光天，第二天叫做无量光天。第三天叫做观音天啊，安怎吼？观音天这个中间吼，起码这个咱来甲讲吼，今来的寿命有88大劫，哈，啊，加这个个，这个寿命，小光天的寿命是2大劫。啊，即嘛，即个无量光天的寿命是4大劫，啊，即嘛，光阴天的寿命是8大劫安尼。八大劫等于咱即个地球派8粒安尼。现在在我脑下头也新冠，哈、哦，新冠是即个个。新冠真无下掉。好、哦，即马搁再来三禅：消净天、无量净天、甲偏净天。好、哦，这个所在叫做离系妙乐地。即马来哈，即马搁再来。三禅天的八姓，哈、哦，叫做哪？寿命。46大劫，搁再来哈、啊。寿命16大劫是消净天，即马来无量净天的寿命是32大劫，搁再来哈、啊。即、这个个福啊，遍净天的寿命是64小劫啊。遐寿命就变几多长啊？64小劫在咱这个人间内底，这个现劫成住坏空。啊，佫成住坏空，佫成住坏空，安尼拄啊，
64粒的这个地球派去啊，伊伫迄个所在居住的寿命是安尼。好，即马搁在树上吼，有福生天、福爱天、功高天、无上天、甲无烦天，啊，甲即个个善见天，啊，甲即个无热天，啊，甲即个善现天，啊，甲十究竟天啊，安尼拄啊，拄啊，树上有九天，啊，树上有九天哦，即个我呢，即马呢，甲咱讲一下。搁再讲者，迄个个，即马咱来甲讲四禅第二天吼，即马就安尼讲，就是从人道上一积集无量福德往生去，啊，伊不但积集无量福德，甚至搁再啊禅定安尼，安尼开当去搞遐，伊若假使无积集无量二人道上无福德，干那修定袂当到遮。好，阿姐们来哈，这个个福生天的寿命，福天的寿命吼，寿命都250大劫。敢听有？恁若要看上济，就到高博去等去看。吼，即卖记住了吼，即卖搁再来福爱一天。福爱天，无这个个福生天寿命是125大劫，啊，这个福爱天的寿命是250大劫。如果等于地球吼，派250粒啊，它的寿命这么长，但是无奈对了。因为这个有时间性，我来对了。啊，这么搁再来哈，这么来，这么搁再去的迄个功德天。这个功德天是四禅天的第三天，四禅天的第三天哦，是安尼，伊的寿命是500大劫，拄啊加谈拄啊迄个250劫，加一倍。啊，搁起了一个叫做无上天，无上天就是外道天，就是因为这干那禅宗，但是无想，无想的中间吼，这个是含这个功德天，共一个天界，共一层天，啊，共一层天，因为这个是外道所居天，所以无另外立一个讲较特色的这個问题，哈、啊，现在搁再来哈。啊，搁有一个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念天，啊，十九在遮，这个就是三这五天是三果圣人所居住的天，啊，三果圣人所居住的天呢，但是真内底是有啥呢？这个叫极天啊，净极天呢，伊这个中间哦，当然都伊真内底是有大概有写着，叫做1000大劫，不然2000大劫。4000大劫加8000大劫，啊，加19经天多16000大劫安尼，这是大概有些呢，无应该，迄、那个国土内底是已经解脱的三果圣人啊。哦，但进来都有些呢哈，啊，做进来都搁在讲，这个色界的顶天，啊，搁有一个天界，啊，叫做摩诃修罗天，就是伫这个19经天的顶端。啊，搁有一个天界叫做摩诃修罗天，摩诃修罗天内底有两天，是大自在天。啊，大自在天是安怎讲？是这个天内底有一个天界的魔王，这个、天界的魔王吼、哦，是安尼啦吼，伊是骨力的头，魔王骨力的头，但是这个原来是菩萨占据天啊，菩萨，但这个所在天人吼、哦，我这么跟人讲者也。伊个迄个个官道，官道在地球，比如讲游顺来甲讲，在地球内底53倍官啊，即个地球个53倍官天人，所以咱这是高遐，咱这人是高遐呢，
敢听有？这内底是有啥呢？哈、啊，五十三倍关咯，地球的五十三倍。但即马搁起哩，搁起哩呢？哈、啊，会记一个叫做无色界数空天，无色界数空天叫做空无边数天。哈，啊，即马来搁一个叫做色无边数天。啊，即马搁再来无所有数天。啊，个非常非常数天了。啊，即马即个吼，即、這个即数天当中是善业色，啊，那是即个色界应该有不净，有强定有不净，所以即个大通地心有成道迄个中间，应用伊个强定来供养十方的诸大天王，五百万亿个诸大天王，是毋是拢用强定来供养大通地心佛？恁可能袂记即个啊？还记得吗？你若不是去图像，就搁我你讲个搁会记者。啊，你若不去图像，就袂记者。所以因个所在有强电，啊，若有强电叫做色界，啊，应该有食色啦。啊，不过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个无色界四空天是无搁食色啦。但是因有善业，长期打坐呢，长期伫打坐中间，因袂感觉药，无迄个物件，干那微生尔。微心性，吼、哦，所以进来对较讲安尼。那么这个一个人啊，这个因的寿命，空无边处天是两万大劫。好、哦，因为伊才有才诸天的寿命，啊个阴性，好、哦、有几天。啊，这么个再来吼，色无边处天，因的寿命是四万大劫。啊，这么个再来哈。迄、那个无所有处天的寿命是六万大劫，啊，搁再来非常非非常处天的寿命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，现在不论伊几万大劫都了，伫三界内，拢总寿数到了，得搁重新轮回啊！吼、哦，咱过去捌甲咱讲到一点，国在这优婆塞界经内底讲啊，吼、哦，有一个仙人叫做乌头兰佛。因为佛陀比正道进前是迄个行苦行人来底去找，啊，将有哪找去到这个乌兰塔，哦，乌兰塔佛了，啊，再问伊看安怎修，伊就讲安怎修，但是佛陀袂感觉安尼是正确，所以离开伊伫金刚做正道了，想讲到尾要倒去找伊，啊，找伊即卖伊讲伊已经人伫人间都已经阳寿尽啊，已经升起。这个够非常非常诸天啊！啊，做佛陀讲，系啊，这个将来个落地狱，是啊，伊要落地狱进前，下来出去做叫鸟头鹰，啊，甲出去做水塔啊呢？什么原因？因为个打坐中啊，好这种好追逐，甲干扰到这个落，这个内心乱，啊，甲好这个啥呢？这个鸟啊，叽叽叫甲乱，啊，所以甲讲鸟叽叽啊乱的，就讲我白日啊，要出去做。鸟头鹰暗节要来甲恁食，安尼对业障内底落入种子林内底啊！啊，所以伊即马伫非常非常注定了结束，下来出去做鸟头鹰，真真正正来食一块鸟安尼。啊，即马伊搁在隔暗时啊，隔打坐，搁在迄个鱼啊安尼跳安尼跳，所以伊就想搁起一个念，讲白日来我要做水潭，啊，要来食恁只鸟，食恁只鱼啊！啊，说真正伊会出去两遍。两遍了，才阁对落安尼。所以我即马甲咱讲，三界如喜如烦，毋是实际解脱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要对落的进程，即、這个非常非常诸天的进，要对落进，伊会去各种妄念，会阁妄谈。反正讲诸佛所教是妄语，因为以为教阮教安尼就是涅槃，但是毋是真实的涅槃，是假涅槃，是一等即下。有一支，有一支真长的生命，包括八万大劫、六万大劫、或四万大劫、甲两万大劫，这是因个人的五大，所以这个不是非究竟的涅槃，所以因体验了，都痛苦，都进入万劫全身的苦安尼，像一万支钱甲插伫身躯，到尾只体验开就对落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修行，我甲你讲，唔当盲目。嘛唔通集中五见，可能会错失进入了这个三界诸天内，
这绝对袂使想家己，想家己着，一定爱有经藏，爱道心。好，弥勒尊咯，啊。